我染了个眉毛，但我感觉一会儿洗掉可能会出事儿，好像张飞。你这有一点，你这，我现在特别吓人，这也就是洗过一次的。行，现在算是洗明白一点，但是眉毛还是有点粗犷。你在给谁说？我在拍视频，伤心的 vlog。我太伤心了。行，都是累了。行，好看，好看个屁！好看个屁！好看，手指甲都洗黑了，脖子那纹身好看，给大家看一下脖子的纹身，优秀。对不起，你要想想多辛苦、啊。对不起各位，我今日就是野生眉了，所以真的不要随便尝试什么野生眉这些乱七八糟，因为你会发现到最后不是野生眉，叫野蛮生长眉，叫什么？四天半永久。你看看看看，这是我涂的痕迹，全是。你先把那个脸录上，啊，到时候录了啊，录了，剪成一个视频吧，我爱你们。